好，各位同仁，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12日星期二中午12:24至29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徐委员、永明等17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28案，全部照列。议程草案讨论事项2、5、7院会通过予以删除。国民党党团曾委员民中提议增列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议程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一、民进党党团由委员美女提议通过，共11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3案；二、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8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2项规定者15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确定上次的会议记录，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啊。在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就会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我们现在请宣读草案。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0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22日星期五、26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9次会议议事录；二、自我委员邱志伟等拟具农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农地重划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诉愿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六、委员徐国勇等拟具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七、委员叶宜津等拟具发展观光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八、委员王定宇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九至一零、委员管碧玲等拟具国定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一一、委员江永昌等拟具大学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一二、委员曾明忠等拟具票据法。一三、委员林德福等拟具规费法，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一四至一五、委员吴玉琴等拟具入出国及移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六、委员陈颖等拟具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一七、委员黄昭顺等拟具都市更新条例，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一八至一九、委员林淑芬等拟具国家公园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零、委员蔡适应等拟具侨务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二一至二二、委员刘世芳等拟具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二三、委员周春米等拟具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二四、委员陈雪生等拟具战地政务期间中共炮宣弹伤亡补偿条例草案，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二五、委员尤美女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六至二七、委员王玉明等拟具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八、委员钟嘉宾等拟具野生动物保育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二九至三零、委员顾立雄等拟具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一、委员黄秀芳等拟具劳工退休金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二、委员陈超明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三三、委员吕玉玲等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四、委员郑天才等拟具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三五、委员苏巧慧拟撤回前提之台湾与中国缔结协议处理及监督条例草案，拟请院会同意撤回。三六、行政院函请审议保全业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七至一八七、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内政部、劳动部、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财政部、
卫生福利部侨务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原住民族委员会、经济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国立故宫博物院、交通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全序部、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国防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司法院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88-200、教育部、国立故宫博物院、科技部、文化部、经济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内政部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201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函未建请将委员赖世宝等拟具儿童网络个人资料保护法草案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内政、交通与经济五委员会审查。202-240经济、财政、教育及文化等委员会函未预算准予动之，预算于年度执行期间、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提报院会请查档案。241-246行政院、247监察院、248本院资讯处等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整理1-4，民进党党团拟具高级中等教育法、国民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立法院议事规则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5-7委员徐国勇等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立法院议事规则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8委员蔡依瑜、9委员徐国勇等分别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0-12委员黄国书等拟具高级中等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13-14委员赖瑞龙等拟具建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自来水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5委员罗志政等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整理16委员杨振武等拟具离岛建设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7委员严宽恒等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18-21委员郑天才等拟具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财政收支划分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二案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2-25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等委员会函未预算决议案提报院会请查档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整理26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亲民党党团提议整理27亲民党党团拟具文化资产 保存法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宣读完毕。没有人登记吗？这是报告。好，现在没有，并没有委员对这个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登记发言哦。那我们就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就照案通过，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那么，如果有委员要发言，请到主席台来发言，登记发言。讨论事项第一二案，均照原决定处理予以删除。3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4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第5-7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8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加转售案4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9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国家自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第10-12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13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整理。14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邀请行政院张院长于4月22日就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议事处整理。15公务人员退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16行政院函请审议我国拟加入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益公约案。17行政院函请审议我国拟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案。18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19国民教育法第10条修正草案。20-22国民体育法第4条、第8条、第13、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等3案。23废止职业学校法。24废止高级中学法。25军人抚恤条例第7条、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
二六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七外交部函卫修正护照条例施行细则，宣读完毕。好，现在讨论事项已经宣读完毕啊，有一位登记发言，我们请登记发言的林静怡委员发言。讨论事项这边是不是可以你请增列本院经济委员会审查完竣的105年度非营业基金预算审查报告案，并入讨论事项第一案，请讨论。哦，我要继续往下念是不是？其余请他来，请我们议事委员代为宣读。OK， 好，谢谢。好，我们请宣读。第一案，并案讨论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共三案。第二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邀请行政院院长于2016年4月22日就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请公决案。第三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赖世葆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法》第21条、23条、24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第四案第五案，本院外交及国防、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分别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我国拟加入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我国拟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案。第六案，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案。第七案，本院教育局文化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陈明文等拟具国民教育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第八至第十案为本院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分别报告审查委员蒋乃馨等拟具国民体育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黄国书等拟具国民体育法第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黄国书等拟具国民体育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第十一案、第十二案分别为本院教育局文化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职业学校法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高级中学法案。第十三案，本院外交局国防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江启臣等拟具军人抚恤条例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军人抚恤条例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十四案，本院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五案，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外交部函卫修正护照条例施行细则案。第十六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加转收案，是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本案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第十七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请审议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林静怡委员提议有无异议？好，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讨论事项就照林静怡委员提议修正通过。好，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会审查者共五案；二一，请愿法第4条之规定应提起诉讼者共三案；三一，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共15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请问有无临时提案？没有临时，临时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我们散会。谢谢各位。